费城暌违六年，终于再度出演电影，大约在冬季。这次的角色虽然说是客串，却是介于马思纯和霍建华之间一个关键的人物。为了演好剧中角色，侯佩岑还私下拿着剧本向已经是导演的刘若英讨教。而在剧情中，一段难解的三角习题，没想到也延烧到戏外。有次侯佩岑向马思纯打招呼时，却被对方冷回应，我现在不能跟你说话，当场吓坏旁人，一度让工作人员都很担心两人是否入戏太深。直到终于拍完对手戏之后，马思纯才表示，我们终于可以正常说话啦。光看这样就已经够期待啦，两美到底会擦出什么火花呢？配凡娱乐整理报道。